3, 2, 1。哎，你自己的钥匙啊？你都找不到语音了。哎，我的妈！六个球！神经病吧！一共七个怪出六个球。把米藏住，青铜。闹鬼一 K， 哎，闹鬼的明明是你好吗？开了。我雨没技能，不能消沉术，好吧，刚把无敌开了。
我跑了跑了。放下风。起床了。好可怕。无宁吧。我打断一只上去了。好 ,CD 啊。准备要进啊。地板地板啊。哎，他们是免疫迷惑的吗？这都是鬼魂。你确定能迷惑吗？不知道，我把心灵炸弹换成那个。再把钥匙捡一下。也能迷惑吗？我就试一下。这是个宫墙。我去拉在前面。有。干不了。哎，怎么又来了这两个？你那个锁的已经进战斗了吧？哎呦，烧不出来。结果还是引到了，还是要多打。
我还有一把钥匙。你要是不好开智力的，那就开那个回蓝的，干脆不开，然后开等一下的也可以。那个门不能开，这钥匙只能开那啥，只能开有怪的。哎，啊，这样的吗？啊，这个、对面还有一把钥匙哎。就这个监狱门旁边。问题是我们进度已经超了，咱就走呗，不用那么多 buff。你没有智力 buff 现在，你无所谓就行。无所谓。没有。他俩伤害高就行，无所谓啊。我自己拍个卷轴就行，没事的。让我帮忙去一下。感觉自己损失了一个亿，我靠！我回来。啊，你脱缰喝水。就等这个豆豆消的伤，那个叠上去。哎呦，我们再晕一下，算了，他要死了。哦，你妈！这。这前面。开了之后加上那个引道的进度就变了，你把那个看守单独拽过来的话，前面那些怪就是会跟着进战斗。
他们会一定会抢啊。然后这他妈的又是圈的范围比墓室的大。哇，刚才那门是谁开的？小鹿，啊，来了。我没了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客气，给他拽出来打，拽出来打。囊一掉吗？后面。我就，以后有点微微的要凉。开。哎，打断一下。
哎，算了。哎，我被抢到了。我把屋顶开了。我们还有几个战俘，好像都用掉了，不是吗？一个，一个吗？一个就等于没有容错了。从这儿跳到三吧。不是，跳过去打吧，算了算了，就这么打吧。出了，哎呦，转头转慢了。要跳吗？打了。还打吗？打。
当然无所谓了，你拿鬼魂轰炮，你轰前就救的，然后我们打心了。你下来干嘛？哦，还有，没看到。而且你要拿炮轰鬼魂不是吗？哎，99%吗？就轰吧。为什么季老师在战斗？不知道。你要轰后面那个锁匙，不然你会被 biu 死的、啊。是的。我们打断不到那玩意。快轰他！我开无敌了。还没轰完啊！已经结束了，最后一波轰掉就好。进去我直接开。嗯，时间应该是够的，没事。我们搬一下团。我脚下一个头。这个要搬，那个就旁边了，就这里哦。刚他不管了，走。不走了。开了开。
嗯。